后会62周年的一个庆祝。那我们今天的这次展览的会员联展的主题是书画奇展会员联展。我们的展期呢是从5月31号到6月11号。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看看，我们的创作很多元很多样貌，都是一些老师级的一些创作作品，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观赏一下，沾染一下我们的艺术氛围，谢谢。